文初终于讲翻嘢，但仍然摆脱唔到悲惨嘅命运。医生话我个喉咙有肿瘤，好有可能系 cancer。点解会咁啊？医生点讲啊？太爱一个人，所以宁愿承受所有。希望你哋幸福。点解你要同君豪讲啲咁嘅嘢？你知唔知咁样好屈佢噶？周末 TVB 十月初五的月光，每逢星期六同日夜晚7点，百度空间默默守护播出。